今天咱们来测试一下咱们这个 F11的四联返航功能。咱们特意请了一个嘉宾哈，这个小乌龟，咱们把这个小乌龟装到上面去，让它全程去感受咱们四联返航的功能。好，现在咱们的小乌龟已经绑上去了，咱们小相机已经绑好了，咱们内八解锁电机。好，咱们再一键起飞。好，咱们直接飞出去啊！咱们看它的一个实时图传的一个画面是非常清晰的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咱们再直接把它飞高飞远哈。好，咱们来关掉遥控器。好，咱们再直接把手机软件退出来关掉，放在这里。咱们就等待它的飞回来哈。咱们这个小飞机啊，带失电失控都会自动返航到起飞的地方。它可以飞120米高，1500米的遥控距离。搭载的是一个2周的防抖云台，4K 的索尼相机。现在我们的飞机正在往下面下方的慢慢的下降啊，没电的话它不会掉下来的。好，咱们走到它的跟前呢，用手轻轻的接住它就可以了哈。接住它的时候你不要动哈，就一直这样子捏住它，然后它会慢慢的停止，那个螺旋桨的话一直停止转动啊，这样就是我们的完美的锁接成功了。我们的小乌龟啊还是很紧张的哈，第一次坐飞机。